就整个这个疫情防控，大家的整个生活井井有条，然后也有互帮互助的展现，邻居的给他们找活路干呀什么的，很多。我和两个师傅可以，如果以后还有机会，可以继续把这种爱和这种关怀，互帮互助给传递下去。 今天已经是我们在这里战斗的第15天，今天早上我还没有到这里的时候，我看到我同事发了那个这里围挡被拆除的照片，我当时我就哭了。进来的那两天高温非常非常热，我们的同事要几个小时换一个班，所以每一次出来脱掉防护服，手都会被泡肿了的感觉。我其实刚刚结婚，领完结婚证到现在，与半个多月就一直没有见过面，然后我到这边来过了几天的时候。 我妻子给我说，她是一位次密切接触者，需要隔离。然后今天呢，也是她从隔离酒店出来的一天，也是我从这边封闭区工作结束出去的一天。